这个藕粉现在有活动了啊，29.8还赠一个杯，29.8两罐赠一个这个早餐杯，放2勺藕粉，然后2勺凉水，凉开水、矿泉水都行啊。然后我搅拌，搅成这样，看，然后加入开水，刚烧开的啊。好，我们搅拌它，把它搅到透明状。有一只脚就想把它搅到透明状，看这种状态就是好了。一定要用开水，如果用凉水的话它是搅不开的。我们加水，看，哎，随便加，你可以加红糖、蜂蜜都可以。看，好看又好吃。巴旦木里边有坚果，嗯。我加了樱桃、芒果、蓝莓，这里面的花生仁、巴旦木什么都是里面带的，好喝。